jolly got.我小時候真的很喜歡學，我不小時候就很喜歡教我。哇，這麼小時候就學小提琴，那你資質一定很好。不好意思，成首歌都拉不完，真是實力。沒問題。其實你覺不覺得呢？ 音樂對人真的有幾大影響呢？其實呢，我覺得音樂對人的影響都好大下嘅，係我哋有時發覺唔到啦。即係嗱，就例如話，當我哋行落嗰啲百貨公司嘅時候呢，我哋嘅腳步聲呢，就會跟住百貨公司入面啲音樂嘅節奏咁樣去行。呢個其實都係好少人可以發覺到嘅嘢啦。 嗱，同埋咧，當啲主角遇到啲艱角嘅時候，嗰啲音樂咧就會好振奮咁樣，搞到我哋好鬼死興奮咯。又萬一當嗰個主角死咗啦，話個音樂就會好慢、好慢、好凄慘咁樣，上正到我哋喊添。其實睇戲都睇得多啦，有時我都會睇到喊噶。嗯，係咯，所以音樂亦影響我哋其實幾大下嘅。我覺得佢亦都好似係一啲 畫面播放機咁樣咯，死猛喺我哋腦入邊不停咁播。好似一張張嘅相不斷出現咁。我就覺得比較似電影啦。嗱，當你睇到 Bon Jovi 嘅時候，你諗到啲咩？同朋友瘋狂唱 K。 呢個你諗到噶啦，俾我咧，我可能諗到 He-Man 啊 ，Transformer 啊，又或者係 Ninja Turtle。咁 Spice Girls 咧？嚇，仲好講，我仲記得上次咧喺我姐喺我讀緊 PMR 嘅時候咧，死猛喺我旁邊嗰度播嗰首。 搞到我煩到死。 对我嚟讲咧，就系第一次失恋啦。哇！你要咁灰咩？系啊，啲好歌俾啲唔好嘅回忆破坏晒。其实咧，啲音乐就好似时光机咁，可以带我哋翻到过去，重温当时嘅一切。咪系咯，有时咧，佢又好似瞬间转移咁样样啊！我哋听到啲熟悉嘅歌嘅时候咧，就会咻一声。去到一个好远嘅地方，可以系回忆啦，亦都可以系一个想象嘅世界，比电影更加真实咯。 好似我哋真系去過嗰度咁。嗯，係呢。頭先嗰首歌對你嚟講好重要。介唔介意 share 下你背後有啲咩故事咁咧？OK 嘅，不過你要 share 下你故事先。嚇，我㗎？由邊度講起好呢？
我以前咧可以算是一個很曳的細路仔嚟嘅。哇！故事一開始就咁慘。係我仲記得咧，以前咧我哋成日都同學嘅，然後就出嚟打 band 咯。最記得係有一次咧，我哋成班都是同學，不過咧係去參加個中文樂隊比賽咁樣嘅嘢咯。嗰陣時咧，我就冇講到我嘅歲數啦，然後比賽單位發覺到咗我歲數啦，又認為我唔夠歲，所以我哋就俾人取消咗參賽資格咯。跟住自從之後咧，成班人就冇乜士氣啦，到最尾連 band 都散埋咯。跟住到而家咧，我喺依個音樂店度做工，咪當俾人認識一下音樂依個興趣啦。我咧就咁上下啦，輪到你啦噃。我細嗰陣時候，係我阿爺教我點拉小提琴。我拉得唔好嘅時候，佢就會安慰我，鼓勵我就試多一擺。佢好嚴格，但又好親切。如果我拉得好，佢就會笑，好開心咁笑。為咗睇佢一笑，我就會好努力咁拉。不過一日佢走咗。我就不再拉小提琴。咁即系话呢一次系你咁耐以嚟第一次再拉翻小提琴。嗯哼。咁我咪好荣幸。黐线。你而家定知啊？知唔知啲啊？咁头先嗰首歌你未拉晒啊？嗯，系啊。做咩咧？我可唔可以好荣幸咁听你拉翻晒成首歌？不知道呢，或者日後有機會的。試多擺啊！喺我哋仲打緊 band 嘅時候咧，我哋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樂器。然後咧，我哋就用翻自己嘅樂器嚟表達翻自己嘅情緒咯。其實音樂咧係一個好神奇嘅嘢嚟嘅，佢可以將人拉埋一齊啦。唔單止係音樂人啦，其實連啲觀眾都係咁話。
记忆就好似瞬间转移咁。当我哋听到啲熟悉嘅音乐嘅时候咧，就会唰一声去到一个好远嘅地方。佢可以系回忆，亦都可以系一个想象嘅世界。佢比电影更加真实，就好似我哋真系去咗嗰度咁。咁樣都好加人傾落去嘅，聲夠響，搞到我哋好緊要興奮。Should we act？咁啊！願我做個垃圾，長留戀意未嫁，在尋覓竹葉花，在發芽。